Welcome to the Hotel California. Such a lovely place, such a lovely place, such a lovely face. Pretty little room at the Hotel California. 平常在这个单元里头，我们都会介绍一些特殊的嗓音啊，或者特殊的音乐的风格。今天我们介绍一个非常普遍的乐器，就是吉他。首先，我们邀请《伤心的山丘》二重唱为我们表演一曲。你是我生命中的精灵，你知道我所有的心情，是你将我从梦中叫醒，再一次给我开放的心灵。关于爱情的路我们都曾经走过，关于爱情的歌我们已听得太多，关于我们的事他们统统都猜错，关于心中的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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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只对你一个人说。你讲一下为什么叫伤心的山丘？因为两个人在无言的山丘，通通没有入围。就激情音乐，对不对？对呀。哎，杰品源，为什么吉他？你觉得为什么会那么普遍呢？因为吉他是一个蛮方便的乐器，你可以走到哪里，走到哪里带到哪里，走到哪里掉到哪里。不行的话，哥哥替你说，没有，哥哥说一下，走掉哪里就掉到哪里。而且好像吉他它一般的价格比较便宜，对，然后学生比较容易学，然后也买得起这样。啊，而且很多时候月下抱个吉他，就向自己喜欢的人倾诉心事，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？那是别人，从实招来。不过倒是这个拿吉他唱情歌是蛮方便的，蛮方便的，是吧？我印象里头好像男孩子喜欢弹吉他的人比较多，是不是女孩子？我刚想是不是因为手指甲比较容易断掉，所以女孩子弹得好或者喜欢弹得不多呢？会长茧，会长茧啊！像这弄一根是，一根是弄那九头。是吧？是吧？是。古今中外这些吉他之神好像多半都是男生。对对对，很少女生真的弹得很好。哎，再唱一首怎么？刚刚真唱的蛮好听的。那我们来一个《伤心酒店》哦，这原曲是日本的。对，那我们唱原曲好不好？不，这样子，把这个台语版跟日文版一起来好了。好极了，合在一起，好吧？那你唱台语。好，我想来唱台语。啊，不，你自己干晓。不要。我听一下你台语标不标准？好啊，无言的伤痛的山丘合唱团，伤心酒店。冷淡的光线，哀怨的歌声。饮酒的人无心情，世间的繁华，亲像梦一摊，也是无卡纸。我比那个わかるような酒よ。谢谢。我刚刚看黄品源唱歌，哇，他的嘴巴真的贴着麦克风的。哦，这习惯了，习惯。没有看到别的歌手这么贴紧麦克风，所以他唱到人家心里头。我觉得不光是脚踏实地的歌，而且是嘴碰实麦的事。其实你们练吉他练这么久啊，吉他好像不只有一种，是不是？对，我今天带来一些这个比较特别的，像这个
这个咖啡色这个呢，是这个梦驼铃。它是几弦的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确定吗？哎，八条弦。然后另外这个是叫做 Uco。尤克里林，尤克里林啊，尤克里林就是他。尤克里林取名就是因为他这种吉他的取名，他这个特色就是这样子。哦，曼陀林他好像那个声音比较脆。对，那个尤克里林好像是这种夏威夷吉他，必须他是跟随着夏威夷吉他。哎，那夏威夷吉他不是用背的，是好像类似那种古筝一样，那是伴随着就是尤克里林。对，嗯，其实，在你们心目中真的弹得好的吉他手有谁？像我也很喜欢，像算是我的偶像，有一个那个蓝调吉他之神，那个 Eric Clapton。Eric Clapton。碰哥呢？你的吉他偶像是？我因为自己本身的功夫不是很好，所以只要会弹的都是我的偶像。我示范一小段啊。好，他又是你偶像了，今天。If I saw you in heaven, would it be the same? If I saw you in heaven, 好了，秀一段你其他的技巧。其他的技巧，很多是高难度的。哎呦！说有人可以用吉他讲话，我可以，你可以吗？我可以叫你名字啊！丢丢丢，曾庆瑜啊！哦，有点台湾腔哎，标准一点国语。哪有降分的？那有曾庆瑜这样子。哎，各位讲英文名字 Regina。Regina 啦 ，Regina 厉害厉害。其实是不是因为这个吉他的起源其实是从系列开始的，所以可能他不会讲英文，只会讲系列文。对，我可以讲一句话给郑庆宇听啊。好，我来听。什么话？你很漂亮。哎呀，这话讲得很标准。不过吉他有时候在大型乐团里头，也许它发挥的功能不是那么明显。不过，只要把它当成一个独奏的乐器来看，它真的可以发挥得很好。对，哎，在这边可不可以请两位唱一首歌？我觉得那个是真的很考吉他的技巧。哪一个？整首歌用很多很多的吉他，那个《加州饭店》。哦，这个歌是在间奏的时候有很高难度的技巧在里面。对，你可以先试秀一下那个间奏那个部分。那你帮我弹一下那个进行。哦，可以。好，来，就是间奏那个部分。好像就不晓得多少分钟，不是因为原来那部分那个很长，所以现在因为时间的关系啊，下次再表演。好，我们直接从前奏开始唱，好不好？好，来。Hotel California， 这个伤心的山丘二重唱。Welcome to the Hotel California， such a lovely place， such a lovely place， such a lovely face。谢谢好，今天非常谢谢伤心的山丘二重，希望品源下次再来帮我们介绍别的乐器，好，好不好？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品源。